有一天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群小女生，然后他们就在聊，觉得自己好像是那欲望城市的那几个女生，然后就。你现在想欲望城市，年轻的小孩也不知道了。校园交往，他们也不知道，都很老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然后，反正他们就觉得就是一群金发妞的感觉，然后就站在路中间一排，然后就去看不出来是国小几年级，反正他们就一起。迎面而来，我们眼睛有对到眼睛，所以我想说看到我应该会闪躲吧，结果没有，他就用他的书包很用力的撞我一下。然后因为我其实以前以我的个性，我不见得会怎么样，我可能就过去就算，就不爽，但就算。但我那天特别不爽，可能那天心情不好吧。然后所以我就转过去，就狠狠的看了一下那个女生。然后因为那女生有感觉到，因为那撞击力很大，那个小女生就偷偷转过来。然后因为她看着我瞪着她，然后她就说。Sorry， 然后就走掉，哦、更气耶，更气！我真的好气哦！我每次遇到这种事情，我就想说，难怪我那么喜欢看那个《古惑仔》系列，因为那么不爽，我就直接就弹过去了。你没有直接撞过去耶，我超不爽的。那如果你手上拿了一个拳头，他敢？虽然他们都是小学生，但他们有四五个，我只有一个，我也是打不赢。小学生就这么缺吗？小学生现在伙食都很好，都是小学，不是，我觉得不是小学生伙食的问题，是我们太矮了。现在小学生汗臭都很好，好不好？不是，也不是这个问题啦。那、啊、所以他们是汗臭太好，所以才会撞到你哦。没有，他是用书包攻击我，我还有听到那个铅笔盒的声音，超级重重的撞我。你想说现在有很多人没礼貌，其实从小时候就开始没礼貌。然后家里的人、啊、家长也没有，因为他我这都觉得是家教不好啦，家教都不好啊。对啊，他爸妈可能也是出去车子 A 到别人，他也是说 sorry。对，我觉得好讨厌哦。我真的想到之前我们在跟那个吵架的时候，跟谁你知道吗？就是跟那个不可以讲名字，讲名字就全部都知道了。Okay, okay. 反正就是补教业的某个人。Okay, 反正我们那时候在吵架的时候， okay, okay. 吵一吵之后，他就突然，对啊，都是我的错啊 ，sorry。我真的好，所以你常常听到 sorry 吗？管他一拳呢，好气哦。那个 sorry 带有嘲讽跟不屑，对，真的很讨厌。我真的是受够这种。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都很火大。对。我觉得我比较少遇到没礼貌的人，可能因为我都是属于没礼貌的那个部分。你讲两个嘛，一个是撞到人，那就是实际上应该要跟你道歉的，跟在跟你讲话，然后就觉得高高在上，然后觉得哦抱歉，是我的错，一定是我的问题的这种。对啊，就是你的问题。对，他就是你啊，你再多说一点啊，你再多说一点，我一拳就灌下去。你再多说一点啊。没有，但这两方是我觉得不太一样，是你两个人都不能打。我觉得这是其中一种没礼貌。我想要打的人其实是那个小学生，但不能打小学生。不能打小学生，很多人都很没礼貌啊。小学生没礼貌就是家教不好，刚刚讲过了。家教不好很难解。就是你如果去跟他妈讲说你小孩撞到我，那他妈可能会用没礼貌说哦 sorry。祝他久住。我跟你讲，一定会这样。你跟他讲说你的小孩弄到我，他也啊不好意思、啊啊。那我的女儿有说 sorry 吗？那你教的很好哎、欸，我教育成功。好讨厌。对，这个你说到哪一个比较讨厌的话，当然是撞到那种就可以算了。虽然我会想打小学生，因为就是讲说你妈不会教你，我来教你，社会的铁拳，没有啊，也没有铁拳，但我们是成熟的大人，我们要把干你娘换成好谢谢，我们是成熟的大人 ，Miss 卡莫斯卡，你妈，这应该不能播白痴、喔，我觉得你比较想要讨论第二个 ，Miss 卡莫斯卡，不是，我说。第一个那个小孩的问题倒是就是你只是突然觉得很堵然而已，但是对啊，我觉得怎么连这种小孩都这么没礼貌啊？那、啊、为什么小孩可以对我没礼貌、啊？是不是我看起来有什么问题？你是一个有六块腹肌的男人，对啊，哎、欸，我如果是180，哦，100，你要190，190都可以，反正就是对他撞到我，他肋骨先断三根、欸，对，所以更就是我们的问题，对，他还敢撞吗？那我们活该被撞，对啊。不是、欸，不是这个样子。刚刚是不是有什么垃圾袋的
撞到我还是什么的，完全没感觉。对啊，然后那个垃圾袋都支离破碎，粉碎性骨折。所以这个点是可以解决，就是你变成六块肌的180几公分。不行，前提我要180几公分，我六块肌他还是撞不到我、啊。也对啦，对呀、啊，他可能会离得你远远的，所以干，我们现在在检讨被害人哎、欸，我也有在路上被人家 A 过，但我就觉得就是还好。我曾经有一次经过马路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我过斑马线，然后是就是行人可以走的时候，然后有摩托车差点撞到我，然后他也是很凶哦，摩托车撞到你很凶，摩托车差点撞到我，可是他明明就是他闯红的啊，然后他还凶我，就是更小灯主意，对。这个也没办法，我觉得在交通上遇到这种事情蛮常。我之前我觉得我可太古达人，你知道我是谁吗？还是什么的？你知道吗？用那个敲那个引擎盖的那个啊，喂，那个女子还把她的臭照镜拔掉，我知道，但她很凶哎、欸，对啊，这很久、欸，太古达人，这很久了，这很久了，这超过5年以上了吧？这应该是很久。这个没有。好笑的东西10年以上都还是会有人，我不知道2022年还在看的人家他在下面按赞、欸、我是想到一个可能是我没礼貌但对方也没礼貌的、這個、那可以我可以接受什么事情就是互相都没有礼貌就是我要去上班的时候我下捷运然后我要去搭那个手扶梯上去嘛、嗯、然后手扶梯不是有人会左就是会大部分人都站右边然后左边是有时候会有人通行虽然这不是固定一定要这样做但大部分都会是这样的情况在台北然后呢我就是经过那边我想要钻出就是从那个右边那一侧的 我要走过去嘛我要去左边那一侧所以我一定会先遇到右边那一侧的人我就要钻过去然后去走到左边、嗯、然后呢就有一个我才刚走过去就有个男的觉得好像是我撞到他的女人他说欸、小姐你这样子很危险的、欸、讲超级大声你撞到他的女人了吗没有我只是穿过去然后就可能是大家其实都有点默认就是有人要先过去就会让一下或对啊对啊我不知道那个女生有没有让我们不就是靠右吗其实没有明文规范一定要这样只是大家的那个习惯是这样嗯，然后我就是穿过去我就正常的穿过去我承认我也很赶但是如果他没有让我穿我也不会怎样、嗯、但我就看到有缝然后他们有走比较慢嘛然后有缝就钻也算是就是我其实有点赶我也没有撞到他们我就这样绕过去然后呢可能是影响到他们走路的步伐或者 maybe 你是把他们没跟把他们撞开老实讲那个男的如果没讲话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嗯、然后他很像就是他存在感这么低啊不是我现在有个问题你这个男的你要保护你的女的的时候不是这个样你们应该去搭别人就是你可以去搭升降梯或干嘛啦你现在是检讨他我觉得啦没有 我现在我讲我这算讲笑、嗯、他其实就是正常搭就没关系、嗯、你这样子讲不会让那个女的更好你真的要保护女朋友的话你不应该让她做捷运的你说的哎呀、欸、你说的是对的耶做什么大众交通工具 啊你有道理你才是最没礼貌的反正呢我就是听到他在那边在说哎、欸、小姐你这样子很危险我记得超级清楚因为我就觉得哇你有需要这样吗那他的女人有开心吗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觉得很丢脸我觉得他就是故意让他保护在某个地方就他是一个普通的女生他把他背在肩上这个人是有什么问题你的女人跟你都是个成年人我也是个成年人我只是经过这里我根本没撞到任何人不是他一定要像韩剧一样把他女人拉过来然后放在他旁边啊他的女人才会觉得不是我觉得全部整台电梯的人都在看他的女人哇你好大声啊你明明没跌倒也没这样假设那个女人跌倒了、嗯、或者是我 A 到他们的东西掉了那会真的很危险、嗯、但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哈你没有碰到他完全没有啊我就是穿越我的动作是比较快没错我这样咻穿过去嗯啊因为我就是赶时间嘛所以我咻穿过去我就立刻从左边那边上面然后他还在那边大叫然后我就然后其实我觉得坐电扶梯的时候站在左边其实就很没礼貌嘞，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大家都是站右边的时候不是，我就觉得他本身这个举动已经没礼貌了。没有，不是，他们是在排队哦，我没有讲清楚、嗯。我们在排队的情况下，他们都是排的右边，对不对？嗯，我只是从右边，我左侧这边，右侧这边，我从我这边捷运下来之后，穿过他们的右侧才会到左侧。我们的位置、嗯、相对位置是这样的。嗯，
我穿过他们，然后去走左边那边走上去，这是我要做的事情，但是我穿过的时候他们在排右边这个区域，他们没有要走左边的意思，大部分的人都堆积在右边那边等着要上去，可是我不可能绕过你们去左边，对吧，你们如果不走左边我就要去走左边，那我可能从中间切西瓜过去，切穿过去，我切穿的时候他才觉得说我不知道弄到他什么，重点是他东西也没掉，那个女的也没发生任何事情，然后我就只是正常的穿过去，然后他这么大声的讲小姐，还是他的，等一下，他的女人跟足球员一样痛感神经异常敏感，不是，他是隔着女朋友然后打到他的痛感神经，啊，有可能，我就觉得我一个做作过了，太超过了，你懂吗，太过了，假设我是那个女的，我就觉得哇他妈超级丢脸耶，我感受到的没有礼貌，他的女朋友可能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他的女人，哎，不好说，毕竟他要带他做捷运，那他可能但我觉得这样有点坏，但是他应该会找到另外一个不需要做捷运的，我是觉得假设我现在回头过来，假设我的伴侣做了这种事情，那一定是非常丢脸，好丢脸，啊，可是你当时你没有回他，他也是当下尴尬，我没有回他是因为我往前走了，你根本没有时间理他，我有听到，你没有那个美国时间理他，我真的有听到，但我也很确定，假设我真的把他撞倒，你会有感觉啊，我撞你怎么没感觉，对啊，不是你是不是讲业配没有这种东西，我假设撞到他的东西掉了，我肯定是会回头帮他捡，也会道歉，但问题就是没有，我只是穿过去，我穿过去他就这样大叫，我满脸问号，我就是一个超级困惑，然后就一直走上去，然后刷卡出去还在困惑，一直困惑走到我走到我公司，我都他如果真的是个男人他就会追上去，对，那他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嘛，这算是一个我们都没有礼貌的行为啦，觉得他太过了，对， too much， 真的是太真的 too much， 真的是太过了，就没必要，欸，就是你要帮你的女人说话这种事情 OK 可以，但不至于吧，他的这个感觉很婆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感觉很真的是 too much 的感觉，其他的人说不定也这么觉得，但我没有证据，我哭，他可能交往很久都没有表现机会，抓到了一个机会了，但很危险归很危险，但基本上就是没撞到就是没撞到，说不定他们真的是在那边晃神，然后弄一弄就想要走上去，然后我前面刚好穿过去他们一个脚步，我没看清楚，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就是要转过去，我确实是没礼貌没错，那如果我要绕一整圈的话， 我觉得这个习俗是不好的，就是只能站右边然后左边要一直走过去，这个习俗是不好的，但假设两边的人都是站在上面然后这样子坐上去，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反正如果旁边有楼梯，但是刚好那边没有楼梯，没办法走上去，如果真的超级多人有楼梯，我一定是从楼梯走嘛，我赶时间的话，对啊，毕竟楼梯真的是比较少人，在那边卡位置，我一定会走楼梯，但没有的话我就还是会想去钻，因为我知道左边没有人，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当然退一百步来讲，我可以早点出门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也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被大喊小姐，我就说所以现在是怎样， 我真的不懂，欸，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讲那么大声，然后就针对这种，我就觉得没什么事情破事，对，这又是另外一个没礼貌的状态，我是觉得我们都没有礼貌，但是他太突然，对啊对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也 不完全是他的问题只是他真的很反应过激，反应过激啦，真的没有用 啊，刷存在感，我不知道，我希望他的女人跟他现在还是好好的，因为这种男的很恐怖啊，我是一定我是惊现不明啦，这种人假设有一个男的他直接 跟我讲说，就是直接在我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大声的在帮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是在大声什么啦，没必要，欸，你写的多少下不知道，欸，没必要，欸，因为那是我个人的事情，而且我没有被弄到，你就算帮我做了什么事情也没啥用，而且重点是我是一个有羞耻心的人，对啊，這樣好丟臉，我不想要把这个，你是全场焦点，欸，全场都 spotlight 在你身上，中国好声音啊，全部人都转头了那我是没有办法，欸，整体来说我的没礼貌，我遇过一次最尴尬的没礼貌事件，这个我很多时候都遇到很多没礼貌的，而且有一种类型的没礼貌是不是没礼貌，但是它会让你不舒服，然后你就是离开之后你才会觉得刚刚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但是事后想想就觉得欸我好像真的有被没礼貌，尤其是你去逛百货公司专柜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还有很多柜姐吗，店员会这样，对，就是
他讲的话都没有没礼貌，可是他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都觉得有点细微，对，你就会觉得我可能是这个方面比较敏感一点，但是你仔细听你就会觉得就是事后想想会越想越不对劲，到底是啥笑？就像是我前一阵子去一个专柜，就是那种是真的是精品哦，就是我陪别人去买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进去就知道专柜就是会有一个配货制，就是他们会就是假设你要买小的配件，然后他就是你一定要配额，配到一定的额度之后，专柜的人他才会给你小的配件。嗯哼，但那些小的配件可能也是都是几千几万这样，只是相较大的包包来讲，它是小配件。但是其实名牌他们都是有一个这个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则，没有明讲，但是都知道。你要看运气，假设他如果今天业绩没有很好，或者是贵哥贵姐刚好人比较好，你才有几率就是一进去你就可以买到小的包包。嗯，就是稍微大一点点的专柜是这样。嗯，然后。欸，因为就是我陪那个人去买，然后他就想要去碰运气。然后我们那次去的时候，一开始在门口的时候，那个柜姐感觉就是很不想让我们进去，因为他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穷人，看起来就像学生啦，或者是刚出社会的人。好，我承认啦，就是对，看起来就是这样啦。可是我们就是你店就是开在那里，你除非你在门口，你就明文丢定说穷人不准进来，不然你就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啊。我们又不是喧闹或什么之类的，不准进来。对啊，就是我们不是要进，我们不是什么奇怪的人要进去闹，所以我们只是想进去看，我们又没有要，我们看起来没有抢劫啊，为什么不能进去？但他有让我们进去，他进去之后呢？态度就是超级差，每个名牌都会有他们的经典款或什么之类的嘛，就是连小配件都会有经典的东西，然后他就拿出了几个颜色很糟糕跟看起来就是那种有点略挫周的东西给我们看到，就有一种又给你看啊，要买不买随便你啦，他可能是选比较便宜的给你们，也不便宜哦，其实那个东西只是长得不好看，不等于他便宜哦。就是专柜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是一看就知道不是经典款，然后比较少人会想买的东西，看起来就是偏有点廉价那种，你就觉得非常的没有诚意。我没有要他一定要拿很厉害的包给我，没有水准。对，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啊，当然你看啊，然后等到你说哦，那没关系，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走，然后他们就会摆出一种，对啊，早就觉得你是买不起啦，也不需要拿那种大好东西给你啊。可是我觉得超不爽的一点是你去专柜那种地方，你花的钱，你就算是花小钱，少说也要5000块以上起跳，好像是。所以。我所花的钱要去受气，对，然后而且他们这个蛮严重的，他们这种就是你是专柜，然后你是精品类的东西，你是一个高级，你要显示出你是上等人，然后你却做出这种事情，你就见高拜见低才，真的就是这样啊，确实，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要花钱受气啊？我那没有，你可以去别家，对我就不想，然后我们后来去了另外一间，那间的确就是。相较之下它比较规模比较小一点，然后我可以讲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可以值得嘉奖，就是酷记的一个酷记，它就是真的比这个现实层面来讲，相较之下它跟其他更高端的那种牌子比起来的话，它真的就是算是更好入手一点的包包，但它也算是就是它也是算是它算是中上的精品。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柜姐人超级好的，好到我本来没有那么喜欢酷奇，我都觉得我好想要跟他买一个包包哦。你知道有多亲切？他那时候跟我们讲，就是他我们一定是因为我们是有目标性，说我们想要看哪一个包包。然后我们去了之后，他不但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看他其他的我们想要看，他也都拿出来。然后我们最后他其实给我们看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要买的时候，他就先拿三瓶，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总共有三个人，然后只有一个人要买包包。可是他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他不会像有些就是柜姐比较那个，他就专攻某一个，他知道你要买包包，他就只跟你讲话，另外两个人就是像空气一样。哦，他就是很会聊。对，那但是那个柜姐是他是跟我们三个人同时聊天，那他这样其实我虽然现在没有那个钱可以买那些东西。但是以后我记住之后，我有钱，我可能就会去找他买东西。Oh. 所以他其实这算是一种长期的投资，就是我们不可能会，我们一定都会有一定，如果我们都有在正常工作，会有一定的几率，我们以后都有买得起这个包包。等于他那时候他现在就是在经营三个客户，现在可能只有一个，但是以后可能会有两个，而且这两个搞不好以后谁知道有没有谁中乐透或怎么样，或者是发大财之类的。对啊，搞不好我去买更多啊，或者是我 hold 康豆修博，然后每个人可能、就是他们那一家，我跟你讲，一定要去跟这个柜姐买，一定要去跟这个，那这个柜姐就是商机无限，对。
可是他搞不好就做到副理去了。他说不定不是想要经营客户，他只是热爱他的工作。那我觉得这很棒，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有敬业精神的人。对，就会让你觉得他跟这个品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对这个品牌就会有很好的那个，就是即便那个牌子就是很大的牌子，然后他的东西很好看，可是他的柜姐服务态度超级差，我再也不会想要进去。我就想要买那个包包，我也宁愿代购，或者是一竿子打翻所有。我跟你讲，很多都是，而且是越大牌的越容易这样。化妆线的也是精品的，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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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他们也是这种态度。哦、oh. ，对，我不知道到底谁教他们的，到底有没有教育训练啊？我都觉得很奇怪。这是他们个人的特质啦，他们说不定能够介绍的东西就都差不多。嗯、可是他个人特质，我那专柜的故事我还没讲完。然后那个好，我要现在表扬好的有礼貌的人， okay, 对，不要全部都讲没礼貌。虽然没礼貌的人很多，但是有礼貌的人还是要表扬一下。Okay, okay. 就是那个柜姐，她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话，她就同时跟我们三个人就讲话，然后就是都好好讲，她也不会因为觉得说你看起来要不要买，她因为我们钱还没拿出来，她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不要买，她不知道是谁要买，她知道谁要买， oh. 因为一定会看得出来。然后但是她都就是我们有什么要什么东西，她都会好好跟我们讲。然后你们才会有兴趣。对，而且我们买那个，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其实那个包包也不是真的很贵的那种包包，就是算以精品来讲算很便宜的大包包，可是三万多块，它真的很特别的一个款。嗯，然后它就是反正就是让我们试背啊，然后皮夹也给我们看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去拿那个，就是他们其实专柜你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机制是怎么样，可是他们会送一些高级一点的水，就是。专柜会送的，送是不是气泡水或者是水之类的，就是高级一点的水，真的是高级，就是国外进口的那种。然后我们还没有买，他就先送了我们三瓶水。哦，那是他们可以使用的。那是对对对对，可是那就是一个感觉问题呀、啊。然后反正有来电有来询问的，他都会。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只买了一个包包，真的就只买那个包包。然后他也没有怎么样，他还跟我们讲说这个包包可以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可能怎么搭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都讲得很好。然后最后就是真的已经结账了嘛，然后他还问我们要不要，这其实这就是正常程序啊，就是问说你要不要上油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就是那个拉链要上油。然后他都反正就是整个服务态度没有大转变就对了，就是整个都很好，就是一切都虽然我们只买了三万块的包包，但是他对我们就是这才是正常的服务啊，他服务到了跟他一起去的人，对，就是这样子，他也不会觉得说我带朋友过去会很尴尬。对对对，还有一个更感人的事，他说哎、欸、你们刚好有 遇到就是这个纸袋刚好有新款什么星空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只是随口随意说哇好漂亮哦，结果他竟然付给我们小的纸袋，就是因为我们有三个人，他给我们三个小的纸袋、欸就是、然后还有一个纸袋帮我们放水哦，是不是人超好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们可以合理使用的扣打，只是对。而且其实老实讲，我说三万块算是便宜，但其实三万块对于一个刚出社会的人来讲，其实三万块也是你是要想一下你才对啊才会买的。所以其实三万块对精品业来讲算是便宜的东西，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讲算是不便宜的东西。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整个来说都是很好的情况的话，你可能还会有下次回购的可能。有，因为他那时候在。给我们看皮夹的时候，我就有在思考说，如果之后我想要换皮夹，我会不会就是可就是这个牌子是可以考虑的。嗯嗯，对，反正你也已经看过他们很多皮夹，他直接就给你们看。其实我对他们设计没有特别感觉，是有好看的，但是我觉得他就会被我列入一个考量。但我可能会针对这个柜姐啊，因为你以后就是你去那个柜，我也不知道其他是不是一样。但是因为他们因为那时候你们朋友有跟他加赖，哦，所以就是都会知道说是。是哪一个？你就他有跟我们讲说，你如果以后有想要买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啊，我可以赶快帮你们留外面的行销也算是一个。然后他那时候还跟我们讲某一个包包，就是几月开始会涨价，这帮他的业绩也是 有加分、啊，这样才会财源滚滚啊，不是吗？如果他热爱他的工作，然后他很希望能够大量这样子、嗯。我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说，就是有些为什么柜姐态度会不好，原因是因为有些人就是来乱的。像我上班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些人就是来乱的，所以他闹到最后，我虽然态度不会不好，因为我在外面我脾气算好。就是虽然他态度不会不好，可是我会一看就我其实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来乱，听他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他是来乱，所以我不会对他特别亲切，可是都有在合理范围之内，因为我觉得对他太亲切，有时候的确就是这个人会开始就是拿翘，就会觉得哦你这个人很好讲话，就会开始烦你，的确是有可能，但是这真的是要。你要有判断能力，你不能一律都觉得看起来有钱的人就是
要好好对待他，就算他对你很态度很差，你都要好好对待他。可是他钱不一定会。这个价值观很偏差，因为其实同一天，我们有去那个化妆品的，反正我们就是在百货公司逛嘛。然后那个化妆品就是一开始我们刚去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目标了，就是知道要买哪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在那边站很久都没有柜姐理我们，然后才突然有一个柜姐过来问我们要怎么事，因为他说他刚刚很忙，他没办法来。好，那我就觉得这个也还好。那他这个柜姐我没有意见，他服务态度也很好，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当下不是只有那个柜姐，有另外一个柜姐，我不知道那个柜姐有没有在忙。可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画面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在被服务的时候，我是因为其中一个人要买，然后另外我跟另外一个人在聊天，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客人，她从头帽子到鞋子全部都是香奈儿，然后包包也是香奈儿，然后她那时候只是经过，然后停了一下，马上这个同一个柜就有一个柜姐冲过来，然后就开始问她要买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那天在就是我跟我朋友那天在那个柜上，我们买了10000多块，就一开始没有人理我们，可是我们买了10000多块。可是那个从头到脚那个香奈儿那个女生只买一支口红。哦，你就觉得你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子分了，我觉得太明差，就是太明显了。这个教育是有一点问题耶，你不觉得吗？这个判断人，这大家都要看面相哎，不是说看全部全身都是名牌，的确他是比较有机会啦，但他不一定全都花在你这里啊。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你，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看起来没有你分不出我是穷人或者是有钱人的状态下，我只是一个一般人，然后我进去走进去看，我既然是要走进去看，我就是有想买的意思，我态度没有不好，我问你说请问我可以看这个吗，然后你不需要态度这么差吧，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觉得我只是来乱吧，就是有很多事没有，我问他说平常心对待所有客人。 对，我只是问他说我可以看一下哪个色号吗，然后他可能态度就是会很差，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讲说那种、啊、我觉得那种就比较不会这种，比较不会这样，还好，对遇到的人，而且你看起来也像肥宅，所以还是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啦，确认过眼神，自己人一口价。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算阿莎里的人，而且我就是我买东西都是有目的去买的，所以应该不会很难接待我，而且我人那么 nice，所以我基本上很少遇到对我不好的服务。我觉得那是环境问题。Maybe 你越去那种装逼场合，越容易遇到这种状况。可是我也会一起装逼。哦，我好像买得起哦，没有，其实买不起。我有时候去问那个键盘或干嘛，就是哇，看起来好帅哦，哇，3000-4000块，对我来说，我不会想花这个钱在上面。我知道那个很贵，可是我还是会去问那些服务的人员，还是会跟我介绍，这才是正常人。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是会去买那个就是3D 产品的那种人，但我不是那种很专业，所以我会需要靠那些服务人员让我知道那些专业的知识。那些人可能我觉得是因为区域不一样，你买化妆品买精品的那些人的服务态度跟卖三 C 产品的人态度不一样，三 C 产品的态度就是我跟你讲，我介绍你好友。我跟你讲，这个比较便宜，可是它的配置更好。我跟你讲，他们真的会，你不要买贵了，这个华而不实。他真的会这样讲，所以我觉得这你不要看这东西是炫炮东西，不是，说不定他会觉得这是炫炮东西，跟你讲说你一定要买，但他会跟你讲说这样子折扣多少之类的，他会帮你算一下，他会帮你精打细算。但其实你就算不算或干嘛，其实也无所谓，你不知道的资讯也没关系，这真是花钱买服务。算是，但是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跟这些，我觉得不要求一定要就是那种把你当作是神吗，不是，对对对，把你当作完全不知道的这种人也蛮糟糕的，就是对方会比较就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啊，不知道我知道我干嘛问你啊，还需要你知道的情况到哪里的时候就会，对，一般都会先问说你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他才知道说他要进一步要告诉你什么，对对对对，就是哪些你懂哪些你不懂。那这样我想到另外一个也是跟3C有关的，我的电脑要重新就是主机要重新整处理的时候，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然后呢那个帮我们处理电脑的人就觉得我不懂，所以跟另外一个人讲说就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不受到尊重的感觉，但我没办法说什么，因为我是真的你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但
他看出来我不懂了，可是我还是觉得你被看破手脚。我被看破手脚了。对，也不是，就是因为我是真的不会想懂，就是可能整个我整个去处理的态度就是，哎，我现在就是要花钱了事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可能觉得说我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好，所以他不是跟我讲，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讲。他跟你朋友讲，然后再叫你朋友翻译给你？没有，也不到这个程度啦，但他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会讲这种东西，就是虽然我是想花钱了事，可是是其他的人是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然后就 OK， 我觉得还能接受，但前提是我是真的不懂。假设我是懂的话，我可能就会有点火大，但因为我是完全不懂，就是。可是他现在臆测你不懂，对不对？对，但这属于我觉得会没有礼貌，可是我会觉得我能接受，但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我觉得我这个不懂的话，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会有一点觉得哦，好，因为他如果先问过你不懂，他再说，那我跟你朋友解释，那你们就是，那我觉得他换一个方式去解释，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我的主机那些东西几乎都是别人拆给我的奇美拉，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有啥，而且我也不会自己去买来拆换。可是我觉得不懂其实很正常啊。如果懂的话，我还需要来找你吗？我不是三年就换一台，我是快十年才换一台，那我也没有办法。十年前的东西跟现在，我也是没有办法去确定说到底差在哪里。现在有比较好，你不要讲十年，其实三年就很快就换了。对啦，三 C 产品经常都是这样。對啊，它的汰换率是高的，所以假设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也没有去研究，或者是我没有去比过价，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厂牌跟哪个厂牌差异。我就会完全不知道，我就信你啊，对啊，不是吗？我觉得合情合理。对啊，你这样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我的天，怎么了？就是一样是电脑的事情，同一台电脑，但是在都是台电脑在搞，不是那台电脑在搞。我觉得是有些人就是不，我觉得不是到算是不会装会还是怎样。我的那台电脑有一些状况，导致它可能 C 槽有问题，所以我自己不知道是 C 槽有问题，所以我拿去修。我拿去修的时候的那个老板不是跟后面那个一样的。我拿去修的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这个有问题要直接换掉，然后呢我就换掉，可是换掉之后回来还是有问题。我之后就决定好，那我换一家看看，就是像我在这一家一不好，我去下一我换一个整看看的一个感觉。于是我就问了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那有一家可以介绍，然后我就去了那家，我就去了光华商场的那一家。然后呢，是我们之前那家 yeah, 同一个吗？对对，同一个。他说那个老板像家族嘛。哦，是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印象。我觉得不太好，这不是重点。Okay, 反正就是我去光华那边修的时候，他跟我讲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他跟我说其实 C 槽没问题，该换的不是 C 槽，是那个老板。哇，有问题是那个老板。那他你被骗了一个 C 槽啊？对啊，我就买了，而且还比。哇，你今天要拿那个 C 槽的槽去敲他的头。好处是我多了一个槽。你多了一个槽，哇，真是谢谢咯。然后我就想说 OK， 反正我也是很久才换，那算。然后我在那边呢，他帮我弄好之后呢就好了，就算是好。对，然后就换了一些东西。哇，这虽然真的跟没礼貌没有关系，但是好不爽哦。然后原本我气到说赶我一定要拿那个回去敲他头，没有，我要写下来然后放到我们这个地区的社团里面，说不要去那个地方修，那个老板没料，是我们家附近，他没料老大又在偷臭。我跟你讲他就是没料。然后但是之后呢又想一想，说不定他是真的不知道。哎、欸，可是他不是电脑的，但是他不是光华商场那一种一直在更新的那种感觉，他就是小问题可以处理的感觉。不行啊，他要自己精进。你了解吗？我们虽然已经经过这个事情，我也不会再去那里了，但是就会觉得说啊，说不定你是真的不知道，或者是你真的要卖这么贵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我就是想说反正之后也不会再去。那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经验啊，而且他还卖贵。对啊，卖贵。然后我那时候是急着要把电脑弄好，我要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花钱。那到底是他烂还是你衰啊？我衰啊，我觉得都有啦，因为我衰才会遇到烂的他，不然咧。但你才会知道，你才会告诉其他人啊，你用你自己来解救所有人欸。这样子花起来也大概五六千块吧，整个家修理啊，好不爽哦，干嘛弄一弄有的没的。超不爽的。而且检修这个东西就是我要拿来拿去嘛，然后我就用那个机车，
我就叫机车，然后帮我送过去，然后又送回来，因为我不可能再走回来，我不可能抱着一台主机坐公车吧，对吧？嗯，所以我就是这样子。那我想到我之前也是主机有问题，我问所有的那一排的所有店家，他们都说我这台主机没救，然后你要去，我才去光华商场重新配一台电脑，因为光华商场的那个人也说我这台没救了。啊、哦，那所以，我这个就是拿尸体过去，然后已经没有心跳，所以大家都一致就是哎、欸、救不起来了，不救啊，不救啊，对。这我觉得，我不能说全部啊，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背着那，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载嘛，所以我就是真的就是很辛苦背着一台主机，然后就走到那边去、哦。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因为那阵子窝菌刚开、嗯，然后就有很多穿红色衣服的人在那边招会员、嗯，然后我就背那台很重，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等红绿灯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男生，那个男生看起来可能三四十岁吧，你知道他叫我什么吗？他说：“姐姐，姐姐，你要不要加入窝菌？”然后我说。你叫我姐姐，你不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叫我姐姐？OK， 就已经你知道已经在那个北宋，然后他还我已经很重了，然后这台又医不好，然后他还叫我，就是我很讨厌这也是没礼貌之一，很容易就是觉得自己要跟人家套好关系，然后就会叫人家看就自己臆测那个人的年纪，然后叫他姐啊或者什么阿姬，我都不敢讲称谓。对啊，我觉得你连叫性别都很危险哎。因为有很多人会乱叫性别，就是可能短头发他就会叫人家先生，就转过来是小姐，不需要去臆测那个东西。对，你知道说哎、欸、不好意思，这样就好，这是最安全最有礼貌的。叫错多尴尬，叫错非常尴尬，叫错超尴尬、啊，叫称谓，然后叫性别都蛮对莫名其妙。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这样，他觉得这样可以拉近别人关系，可我最讨厌，我讨厌我讨厌别人跟我拉近关系，对。没有，不会比较好。OK， 听起来就是不爽。我是会尽量避免的，我会尽量避免讲到称呼、称谓。我觉得，除非对方有名字讲，说你以后就叫我什么姐，或者你叫我什么哥，我就可以勉强可以接受。对方没有讲，但你，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别人做了一些没有礼貌的动作，你讲出来之后又有点有失你自己的。感觉好像你有点小心眼，可是就很闷。就是这件事情明明他就很没礼貌，可是你如果直接跟他讲说，你可以不要叫我，你可以不要叫我姐吗？这样我听起来很不舒服、欸、感觉好像我就小鼻子小眼睛。没有，还不会啊，还好。就虽然他会瞬间尴尬、啊，我觉得如果是我很讨厌的人，我可能会这样子讲。但如果没有那么讨厌，我就还是会觉得说，算了，不要这样讲好了，不然很尴尬，气氛会瞬间就是降到点。Okay.对，我这个人很简单，你要叫我姐，你要叫我阿姨，通通都可以，但是请用这个规格对待我，不要对我不礼貌，然后又叫这个名字。哦，要尊敬你。你如果要叫阿姨，可以，完全可以，但请用那个规格。对，你对长辈，你对长辈是怎么样？对，你对长辈的规格是怎样，你就怎么样。啊，如果没有的话，孝敬，你不要再叫赵三餐问候你，是也不需要，拜托不要叫。如果叫什么姐或什么的，我都。勉强能接受，毕竟以我的年纪来说，被叫这个是 OK 的。就算比我大的人叫我，我也是勉强可以接受，我无所谓。我不喜欢不熟的人、嗯、想要试图用这种方式跟你拉近关系。表面上是可以接受啦，但就是你会觉得，OK。这只是用在真的年纪跟你差很多，他听到他才会开心。因为一般人可能会叫阿姨，但是他叫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的破坏，你知道吗？是谁先带起这个歪风的？就是有人会直接叫他姐或怎样，或者是什么小姐姐或啥小的那种。小姐姐，你是知语吗？是，那是知语哦。我的意思是说，这整个环境里面，大部分人都这样叫的时候，你不小心会做一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要保守自己耶，你就是对啊，你自己要知道，人家叫你干嘛你就干嘛，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你看你无效了。我是觉得你要讲是 OK 的，我不会去在意这种事情，但是我自己不会做这种事，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但是我自己会不这么做，我不会对着别人叫什么哥什么姐什么阿姨什么，通通都不会，我就是直接就你好，就是对着你而已，就当作是平的。我不会把你当作高或当作低、嗯、或者说妹妹怎么样之类的，就是要发什么东西给你都不会，因为我把你当作是平的，你就算是十几岁，你就算是五十几岁，我都把你当作是平的。我觉得叫妹妹真的是要年纪很小，你真的不没办法，我不知道要怎么叫她，你才会叫妹妹或弟弟。我会把她当作是平的，因为讲妹妹或弟弟都等于是你把她当作是更小的、嗯、
那别人说不定也不是比你更强，他说不定他的消费能力或其他的事情他都可能比你高。嗯，我觉得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你对于每个人，你如果按照他的年纪去看的话，那你就是太浅，你这个太肤浅了，这不行。你把他当作是平等，那就完全没有问题。嗯，你对于像五六十岁的人用平等的态度讲，他们也不会觉得你没礼貌，他们会觉得，欸，他跟你差不多大。可是你如果对年纪比较小的人讲平的话，他们也不会觉得说自己被看低了。嗯，对，因为通常都会觉得说，哦，我年纪比较小，所以我会被就是觉得是比较小的，然后会被尊重。像是你之前好像有讲过，你被发传单的时候没有发给你啊？哦，对啊，这以前觉得不爽，现在觉得很棒。不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看感觉的东西啦。他会用他的眼睛去直接判断说你是不是他的 TA， 但是我是不是他的 TA 又不是他决定的。对啊，是这样子讲没错啦。对，但这个。我觉得现在情况有变得比较好一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想拿传单，所以他有发出去的压力，他就索性全部都发。我觉得还是要有礼貌啦，不是随便塞给人家。发传单也是有一些技巧在的。对啊，就根据我发传单也是有一些时日，虽然我都在展场发啦，我还是一月至一二三四五啦，没有那么多啦。有些人一点就是我他妈什么都不想拿，就这样。对啊，我也不会发，那是没有办法，我也不会发。你说不会发给那些人，就是如果他看起来不想拿，他速度很快，我就不会发。可是我觉得你的礼貌还是要做到。就是我之前发传单的时候是发给，欸，国小家长的那个时候，你的礼貌就是要有。欸，可是有很多国小家长真的超没礼貌。你知道他不会拿，但是你还是必须得让他知道一些资讯，所以你会出现一下，你可以跟他讲一下资讯，很快的在两三秒之内把资讯讲完。他可能手不会拿，但他可能会听到你讲东西，那你就算是宣传到了。那对我来说就是，欸，我有遇过一件事情，就是他载小孩在停车，然后他的窗户是开着的，然后我要拿传单过去给他的时候，他瞬间跟他按那个，然后拉上去，超没礼貌。我是瘟神是不是？我觉得能够，原来我是 COVID-19 COVID 在告发传单的时候，我都会看他们什么时候是一个空档。空档的意思就是那个小孩已经去学校，然后他正要准备要开车或怎么样的时候，我在那个小小的空档那个五秒钟内去跟他讲这件事情。假设他不要，我就立刻抽走。嗯，就是其实他需要看一些点，我觉得很多骑机车或是走路的家长人都比较好，相对之下就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很多比较有钱的人可能比较没礼貌，也不到这个样子。以偏概全，你真的以偏概全，你是不是仇富？我没有仇富啊。反正发传单这个事情真的是太看人了，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完全不发传单，发传单吗？那我会拿，我一定会拿。没有，我好需要，抱歉没有发。可不可以附赠床垫？发传单这种事情真的很床垫。我很想到汪小菲的床垫，我好想要躺哦！不要提好贵哦！不要再提，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新闻，我只想到我他妈，我超想躺那个床垫，你们不要再吵了，可不可以给我？你们不要抢床垫，给我床垫！他不是放在外面写，以后是环保节，我会去搬。还是什么皇室？哎，不要，皇室床垫看起来超好躺。是穷酸的事情，就是这么穷酸啊！谁在乎他们两个要不要床垫？我只在乎那个床垫看起来真的有够好躺。我已经忘记我在讲什么床垫。你说发传单啦？你怎么跑去床垫这里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天赋啦，我觉得那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你认真发了很多次，你才知道，我前面可能也得罪过很多人啊。你说得罪，你说发传单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是经验累积，所以我前面可能也真的得罪过很多人，对吧？这也不能说是没有啊。我一直就保持着，我可能会很没有礼貌，但我尽可能的做一些好的事情。那能不能站在天桥上面，然后把传单砸下去？那是你在做抗议示威吗？你讲的那个，我有在一个电影看到啊。我没有看过，我只知道就是在上面，在上面把钱撒下去。那我会下去捡。但又是你，又捡床垫又捡钱，那他们得给我哎，欸。我原本想追你那个补教业。哦，他是真的很没礼貌，而且他现在就是越来越夸张。他是觉得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才没礼貌啊。这种人真的是要不得，你觉得老天应该会给他重重一击吧？不知道，把他锤出去吗？不可能，不会有什么重重一击。我觉得老天也在对付
坏人跟对付好人是有一个规律在的，就是对付好人的话，他会给好人一些磨难跟压力，可是他这些东西会让好人变成更好的人，所以这个人会一直升级晋级晋级，最终他虽然不一定会是大家眼睛所看到的最厉害的人，就是世俗人觉得说他的地位很高或者他的钱很多，但是他会变成一个真的很好的人类。但是坏人就是老天爷如果要给你的话呢，他就不会让你有机会修正你，你就一路坏坏坏坏坏坏到最后，然后重重一击，然后你就直接死亡，不是真的死亡，但是就是会让你一蹶不起这样，因为你就是一个没有慧根。他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会给你一些小小考验小小考验，可是你都没有去参透这件事情，所以啊你就没救了啦，好你就直接让你死算了，就是好人到最后还是用很没礼貌的方式处理，然后就是硬给他考过了，但是没用。就是我最近突然想到的一件事情，以前我可能我就觉得说我其实不算是坏人，我算勉强来讲的话应该算是标准，应该算是好人吧，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但是我就觉得我可能常常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给我机会让我修正修正修正，最后变成一个心态更正确更好的人。对于我来讲，我这个人最适合的一个状态就是上帝给你的考验。是上帝吗？我又不是新上帝，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太想上天堂了吧，神给你的一个你这样抛弃了那些要一起下地狱的人。没有我没有要上天堂，你在死的前一刻去信耶稣信基督教得永生，他们在下面等你等好久。这个人怎么没来啊？我位置都留好了，叛徒叛徒。没有，还给你特地留了一个好位置给你。那我以为是我先下去，没你要下去，你就全部一起，没有给他机会。你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是可以理解的，就是那些坏人，他们终究就是坏人。对啊，他们就没救了，然后他们就一直这样轮回，一直轮回，到下辈子也是继续讲。你会成为一个善的人，就表示你本身就存了善心，然后你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往比较善的方向去，就算你遇到了挫折，变成一个智慧更高的人。对，你就是会从中学习，你的心态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正确，说不定那些人就觉得他们的心态。但有些人他可能眼睛就是他就是觉得说他这样子就好。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那我如果我做跟那些人差不多的事情，那我是不是会更好过一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卡在我心里，没有办法过去，我会觉得我变成这样子的人，我心里会不舒服。对，那我跟你讲，根据如果要以佛教来讲，他们那些人就是我执，就是他们内心有一个执。我也很执啊，我也是在这个方面很执、啊、不是直接的执、是执念，让他自己觉得自视甚高、又傲慢、我觉得这种他没有办法脱掉这身上的习气，他没有办法成佛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可是我想当戏说台湾的神、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是按照他的那个宗教信仰来说，他的这个行为没有完成，没有成就，所以一事无成。办法，也不到一事无成。他们的想法跟做法跟他们的宗教的最基本终极教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不想相信他的相信，你了吗？就会觉得这个人讲话好像没什么说服力，或者是哇，你自己都没做好，你还敢说别人的那个感觉。他就是因为有了对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傲慢的偏执，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奇怪的结果。他旁边的人就不能，你们都不能支持他，你们一定要重重的一拳给他、欸。那正义的法拳这样子下去。对，所以有钱人都做不到、虽然很多地位很高的人很多，可是真正值得尊敬的这些人就却很少。对啊，确实如此。他也不是有钱人，他是有钱人吗？谁是有钱人？你在说什么？吴教业应该不是吧？我觉得他自己是不是有在做什么东西，导致他需要一直骗别人，然后来拿到这些钱来补那个坑？ 我自己觉得啊，是不是有在买运财？那你要跟他讲你要买谁，他就可以不买谁。我为什么要跟他讲？必要。我还想到一件没礼貌的事情。好，你说。就是我曾经有跟一群人一起在一个吃饭场合、然后那群人里面有一个人跟我关系比较不好。但是没有直接的吵架，就只是关系没有很好。然后那个人他有出国去玩，然后他就在我们同时在吃饭的场合的时候，吃到一半的时候还是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突然把他去那个地方买的伴手礼拿出来，可是他每一个人都发一遍，就是赌我没发。
然后我当下就是你这种东西就是这就是我说你发火也就显得你很没气度，可是我也不是贪图他的伴手礼，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这样是要什么意思，是把我当空气吗还是怎么样。然后是其中有一个人解围，就是赶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空气很奇怪，但是他就是他那时候就是跟我讲话嘛，然后所以就暂时缓解那个尴尬氛围。可是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这样做这件事情也太没水准了吧，就是这是一个很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我不敢，我觉得再怎么没心眼的人也不会做到这种程度吧，就是很明显摆明就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给你好看，我就在这个地方让你尴尬。我是没有尴尬，但是我觉得就很没水准啊，总会做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然后我其实曾经大学的时候也遇过类似的事情，也是类似，就是比别人他那个人跟我不合，可是他就是我跟你讲我那个一辈子的仇人，不算是真的有吵架，反正就是有一点不合。然后他就是在我们那时候还没算有一点和解的状态下的时候，就是他就故意就是每次就是会略过或怎么样。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吵架之前，我还帮他一起找到了一个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大学一定要去实习嘛，然后是因为我的关系我认识某一个人，然后那个人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哪里实习，然后我再问我其他那些人说那他们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说他帮我问，然后所以我们才一起去实习。就在还没有去实习，就是确定要实习这个阶段的时候的还快要去实习，因为好像是暑假要去实习吧，只是在那段时间我跟那个女生我们有一点小吵架，就是那女生都没做作业，然后我就有点不爽，我就跟她讲说你这样不行什么什么，他就不爽。然后他不爽之后他就想要让我难堪，然后他就故意在我们实习 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我跟他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一起实习的时候，他就故意就是都不跟我讲话，然后我是真的受不了，蛮白痴的。我每次遇到这种事情，我就是我觉得我很可怜，就是我都就跟那女生道歉，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不是哪里惹你不开心，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啊。我可以理解他这种啊，就是我以前可能也是会做这种事情，就是别人问我你是不是不开心的时候，我的确会说没有，我可以理解。但是就我的逻辑来讲，我跟他吵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要跟他吵架，我只是想把我只是单这件事情讲清楚，我如果真的不想理这个人，直接小组结束之后我下一次就不会找他啦，反正我是没差，因为我可以把事情做完，他比较惨吧，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会跟他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们改善，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一起合作，然后但是你不要再让我这样，因为我压力太大，我的所有事情都叫我做不合理的，就是分数是一起的然后都叫我做，太过分了吧。然后但是那个女生就让我好看，然后我就跟那个人道歉。对，我觉得我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他会故意让你觉得你很不舒服，然后你讲出来又会觉得你很有失你的气度，感觉太。其实我觉得应该要讲出来，现在就觉得我如果可以回去我应该讲出来，就是要不爽大家都一起不爽，我才不管你我有没有什么气度，至少我当下要讲出来，不会变成就是这是一个闷住的事情，就我自己一个人在不爽，然后可能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知道，但他不可能跟别人讲嘛，因为这件事情他有问题，别人也不会感觉到气氛，别人不会觉得怪，因为别人不是当事者，他也会觉得说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我可能有遇，但你都会无视他，对，我之前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一次的也是在公司里面的圣诞礼物的交换，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因为我放假或啥，但他们都没有在群组上面讲。总之呢，我知道他们有在交换礼物，然后有在抽签，但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也好省了一笔钱，算是，因为你拿到礼物不见得是好礼物啊。对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直接被排除在这之外，但是很不爽，感觉不爽，或许是他们觉得我可能不会想参加，看你没有无所谓啊，倒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在过这个节日，所以其实他们错了，如果你有参加这个活动，搞不好你的东西是全场最大包，有可能，对啊，我会选一些错估，我会选一些白痴的东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他们真的要做这种事情，那就让他们做，因为对你的影响是不大的，或者是拿到的东西之类的，反正我觉得这种排挤就是，反正你跟他们都是过客，你不会为他们投注更多的心思，不会啊，只是觉得这些人怎么那么没礼貌啊，但是我真的宁愿把钱花在别的地方，是没错啊，你的钱宁愿丢到水沟里还有声音，那是不要
不要、欸，丢在哎、欸，你太笨了，丢在水沟里面有声音是铜板而已。OK， 那没事。你丢纸钞不会有声音，丢纸钞只会有心碎的声音。对，那我宁愿，比如说要花500块买东西，我拿500块去转扭蛋、欸，爽哎、欸，舒服的很哎、欸。我一定欸、你还可以，你那个如果是100块，你还可以转5颗哎、欸。说不定是60块，那是哇，30块有30块的，超级多。现在还有30块的吗？太少，你连一个壳都扭不到半个。那你可以去捡。到底为什么要那个壳？总之之前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记得我当下没有不爽。你当下就想说逃过一劫吗？我当下没有，我当下就想说，哎、欸，有办这个活动，我怎么不知道？哦，就这样子，没啥。因为你确定全部的人都有参加吗？我确定啊。哎、欸，连房屋阿姨都有参加。哎、欸，那太过分了吧？那过分咯。那我是觉得无所谓、啊。那过分。我不管被人家讲啥。因为房屋阿姨通常感觉不会跟柜台的人一起。其实那时候还好啦，就大家都 OK。但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就是我没参加，会计也没参加，副理也没参加，总经理也没参加。对我来说，所以你跟会计、副理、总经理是同一个等级耶、欸。哇哇，原来是这样啊！哇，失控的正向思考、欸，超级失控，已经失控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太失控啦！你看，历经脱轨啦，脱轨演出，飞到超远的地方，没有啦。那时候是真的觉得无所谓，因为他妈谁要我为什么要花500块给不熟的同事啊？我连100块都不想花，我不知道他们花多少钱。老实讲，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有听说他们拿了什么，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哦哟、哦，好。其实老实讲，如果是同事或是同学不是那么，就是没有全部都很熟的情况之下，要交换礼物我蛮头痛的，因为你给他一定会有个金额限制嘛。那我就去买一个垃圾东西啊，你就真的给他一包垃圾，或者是去买那个白色蜡烛，那个一整盒的那一种。白色蜡烛蛮漂亮的、欸，但没有用啊，你暂时不会用，你还要附赠一个相框。你买个500块的白色蜡烛，哎、欸，感觉很高级耶、欸，不是好几叠、哦，就是那个小小一个。那种生活工厂卖的那一种，一盒一盒那个，那很好哎、欸，对啊，那很好哎、欸，对啊，赚到嘞、欸，用哎、欸，买到赚到，对啊，还可以排个爱心，排个字之类的，对啊，你以后一定肯定会有用途的，或者点续命灯的时候，那个给你拿去点续命灯，你记得不能让火熄，那你可以买假的那个火啊，你知道有一种假蜡烛吗？我知道，我知道啊，可能那比较便宜啊。真的辣很，他只配得起这种便宜货啊！不要啊，这样子我要买太多了，我可能要买一箱耶，才会500块。其实我不知道是多少钱，那已经不是只能排字了吧？他可以排一首诗了吧？我也是不在乎这件事情，知道吗？就是我隐约有感觉，但我不是很在乎。像你觉得的没礼貌，跟我觉得没礼貌，可能我们的判断都差不多，可是我的放在心上的程度是，我没礼貌的神经比较敏感一点。OK， 嗯，我觉得差不多，是说不定我有感受到没礼貌。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你的决定，你没礼貌是你没家教导致的东西，对啊，是这样没错、啊，所以跟我没关系。把这个东西排除在外的时候，其实你没啥事情了，对啊。但不爽还是可以不爽吧？可以啊，但是我不会不爽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是你没家教。你很可怜，没有人教他。我要帮那个、欸、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没家教的事情，就是厕所这件事情、嗯。然后我每次放我在清扫中，就是有人会跨过去。那他看不懂中文，那他很可怜哎、欸。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学中文了，也不用学注音啦、啊。没有写注音，小孩也看不懂；写中文，大人也看不懂。那你们干嘛要学这些东西？反正又用不到。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只看得懂英文，写英文也看不懂？我看不懂，他们不需要文字的，你知道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没有放手语？看到底是傻笑？没有人在乎，那我干嘛放热板子啊？地板看起来也就湿湿的啊。有跨模跨模啊，不够大吗？他们就是会跨过去。你既然跨过去，就表示你知道那边有东西。你如果是直接撞过去，那我就算了。你没看到东西，因为不在你的视线范围内，那我也认了。他就是跨过去哦。然后有时候更过分是我可能放热牌子。我人在里面扫厕所，我在扫左边那间，他跑去右边那间上厕所。你应该要在上面贴说，目前在以那个什么一氧化二氢清洁中，化学药剂危险。一氧化，你知道一氧化二氢就是注意啦。目前一氧化二氢之清洁中有危险之类的。你是卖弄那个是不是？对。你写这个他们才会有危机意识啊，看得懂其实也看不懂，
对啊，他们就看不懂中文啊，那他们肯定也看不懂一氧化二氮，那没有问题。其实你刚讲我也不知道你讲的，我以为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没有哈，你连化学都不及格的人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对，那你一看到那个人就觉得哎、欸，是跟化学是有关的东西哦，那可能是有点问题哦，所以冲进去的人就是化学考100分哦，然后国文考0分咯。我觉得都考0分啊，就叫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应该他们都是用鸡腿换文凭。没有啦，没有用鸡腿换文凭啦，鸡腿只能换到驾照，你不要换一通欸。你不能说那些人看不懂字之类，他们就是没有水准，他们就算看懂，他们也会照样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是非常自由的民众，他们过于自由了，太自由了吧，自由过头的人。那他们是要被送去劳改啊？没有啊，自由过头不会送去劳改，自由过头就可以当台湾人了、啊。台湾又没有劳改，你是不是想统一？统一也不一定、啊。你是不是在分他国？嗯，他国事务。我突然想到你真讲那个免包邮，对，免运。对啊，国内包邮，我才他妈不管你统一不统一，统一台独什么的都不重要。你只要国内包邮，我就统一、啊。你现在国内不给我包邮，原来你是在分化。你敢不敢国内包邮？你不敢国内包邮，吼、哦，你台独。我们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我们就是都一样，一样烂，一样烂，你也烂，全部人都烂，没有问题。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其实照一般的来讲的话。你遇到很多烂人，有时候你一个转念，你就会觉得我干嘛要那么辛苦，就会变成跟他们是一样的人，那他们就没有修炼到人。确实，对。可是如果我虽然遇到这些人，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觉得我要用这种方式去对待下一个人的时候，那我就是有成长，我就有成长。你没有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我没有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对，就是比如说我以前被同学欺负，或者是被一些。比如说一些老师我觉得很讨人看你没有，或者是一些同事什么之类的，我并不会因为这样而是因为我多少也还是会遇到一些，我虽然地位没有很高，可是还是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新进来的人啊或是怎么样之类的，我并不会用像他们一样的方式去对待比如说攻读生那些的，我不会这样子。对，我会觉得除非那个攻读生先没礼貌，但我也不会攻击他，我顶多只是不会对他特别关心，但该有的我还是会给，可是我不会像比如说有些比较有礼貌的攻读生，或者他真的很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会出去替他解围，就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就能，就是我之前有遇过一个是，就是攻读生被客人大呼小叫，如果我是一个不想管这些事情的人，然后我其实可以让他被骂完，我也不要，就不要靠近柜台就好，我就可以走掉。但是那时候我有走过去，然后跟那个客人对话，让那个客人转移目标，他就不会继续骂那个攻读生，因为他在那个攻读生身上找不到任何他要的答案，因为攻读生也不知道要怎么回他。哦，那对，但他现在他那个客人当下他就是无理取闹，然后他就是想要找一个人出气，那攻读生没有办法给他好的回应嘛，因为他一定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那我的选择是因为那个我觉得攻读生很衰，所以我就去出去帮他，所以他的目标就会转移到我的身上，那我可以回答跟处理这件事情，那那个攻读生就可以退后。对，就像是我有曾经有被我的主管解救一样，就是那个主管是对我好的，所以他有帮我解救，本来是我遇到我请他来帮忙，然后他帮我解救那件事情，那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阿公，然后他来退东西，可是他帮他孙子退东西，然后他因为我们退东西会先检查说他有没有在上面做记号或什么之类的嘛，就要保持商品完整性。然后我就去检查之后，我发现他在上面画东西，有画，而且是擦不掉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那时候主管也是跟他讲说，那这样子不能退哦，他就超不爽。而且那时候是过年时间，然后旁边都有客人，然后他就是开始在那边大呼小叫，而且他还在吃我们过年桌上放的喜糖。他就一边吃哦，然后很不爽，然后吃一吃，然后骂我们，然后还把那个垃圾丢在地上，然后就开始骂我们说：“你们这样怎么不给我退？什么什么这样？哦，告到什么消基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他这样是没有用的。对对对，然后你知道旁边的客人听不下去，旁边的客人说：“你真的这么没礼貌？你明明就已经给人家做记号，然后你还想要来这边花什么这样？”他们两个人在骂，然后其实我们有点尴尬，因为他们吵起来对我们没有好事，对啊、我们就只能默默的把这个东西吸收。但那个客人还说，他们两个开始吵了，开吵，然后那另外一个客人就说：“警察局就在隔壁啦，你就叫警察过来啊。”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棒了，这个客人真是太棒了，这个客人太棒了，这英雄好汉，谢多谢多谢英雄好汉。但后来我们还是让他退了，然后他就不爽，然后再拿一颗喜糖，然后就走了。他有什么问题呀、啊？他应该也不会教小孩了。
他就是一个阿公啊。对啊，阿泰应该是不会教小孩。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那个主管没有来帮我的话，我当下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因为我不能决定。我以为是拿喜糖丢他，滚出去福晋来，对，滚出去，滚出去，白楼老废物，太过分了。哎，那是些经验的广告啊，我没有说什么，但其实也没有太过分，毕竟是那是广告，毕竟是真的废物，对，那只是个台词而已。没有，他毕竟也真的只是个废物而已。对，其实没礼貌的人超多，去吵这种事情真的是很没有水准。那我觉得你们那个客人真的是英雄，帮忙吵。对啊，他说的也没错，因为他讲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但我不好说，你知道吗？读出了你的心里话。对啊，他会读心术。哎，我真的很想跟他讲说，警察局在隔壁，他过一个马路就到了耶，在隔壁，你就是在警察的视线范围闹。对啊，你们就在他的那个范围里面。哎，今天的业绩来了。你不是业绩，赶快把他抓回警察局，也是浪费时间。他一定会在那边吃警察局的喜糖。警察局有放喜糖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啦。对啊，他可能还是会继续闹啊。他一定，他敢在你这里闹。他去警察局只能吃免钱饭，他还想吃什么喜糖？这是北南的客人，是很北南，超北南，而且大过年在那边，怕起水。真他妈大过年不想看到你这种吝啬人。对呀、啊。我们哦，那个老人看起来年纪很大，但中气十足。Okay, 他一开始来退的时候是二十年，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啦，因为他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应该也觉得很丢脸吧？他就赌一次了， oh. 他就为了500多块就赌一次，得到了两三颗喜糖，然后又得到了500多块。开始你的啊，我要开始讲我的药引了。我要讲这个，他的名字叫做。哇英雄这部片呢，就是它里面的演员群很厉害，就是有刘德华、黄秋生、张曼玉、张家辉，都是超大的，还有陈慧敏。陈慧敏你可能不知道是谁，我是真的不知道。对，反正然后还有张耀扬，然后男主角就是刘德华跟张耀扬。刘德华他是在叫大屿山、香港的一个地方，对，一个地方，他在里面。然后呢，他从小就是在踢跆拳道，然后反正他在他们的那个小岛上面很有名。然后某一天他收到香港的信，就是说他可以去香港当警察，然后他就进去了警察局。然后他因为他以前在他那个岛上面呢，他是就是风云人物，所以他这个本身自己本人就是有点气焰高涨的一个人。可是他不是坏人，他就是觉得他自己很厉害，然后他觉得大家都打不赢他，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正气凛然什么的，然后他是很会打跆拳道这样子。然后结果他一到了那个警局之后呢，他先就是他遇到张耀扬这个角色，张耀扬这个角色是一个坏警察，然后他比他更嚣张，他名字叫张扬，他所以他更嚣张。然后我只是想要讲说他这个故事就是为什么会跟没礼貌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没有礼貌的人，我们这种类型的人不会对他没礼貌、哦对啊、会把这件事情吸收，可是会遇到一个比他更没礼貌的人，然后让他吃闷亏。刘德华就没礼貌在先，他们互相都没礼貌，所以我其实有点难讲到底谁好或谁坏，就是他们两个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刘德华因为遇到张耀扬这个角色，然后他有收敛，然后他开始有自己觉得说自己其实不是特别厉害的人，还有更厉害的人。OK， 对，至少他。然后他其实也教他了一些做人到底要奸诈什么的，但他最后还是没有奸诈，可是他就是用奸诈的方式对付奸诈的人。OK， 对，这个我有一点点最近有点想要。看能不能做到这个中间值，就是有、哦、对，就是你不要太还是不要太直。所以刘德华这个角色虽然他是知道还自己，对对对，虽然刘德华这个角色算是很正直的角色，对，他自己其实本身有一点小小问题，我觉得是他有一点点小小问题。他一开始就是目中无人，然后所以他才会被张耀扬盯上。啊，张耀扬一开始他因为他不是他一开始刘德华进去那个警局的时候，他是被分在一个那种。普龙宫的一个小小的组，然后那个组里面就是有黄秋生跟张家辉还有陈慧敏那几个，他们全部都是普龙宫，然后就被张耀扬那组的人看不起，然后张耀扬就是一直在抢刘德华他们那组，每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在抢他们的功劳。OK， 就是捡现成的，好北啦。对，他还偷听他们的电话，然后就知道啊，知道哪里有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出队，先比他们先早一步先去把坏人抓起来。OK， 就是张耀扬教他就是社会做人的道理。我没有提倡张耀扬这个角色，虽然这个角色很帅，
是真的帅气，完全没有脱，就是帅，就是帅、啊。你这北兰、欸，真的很帅。然后这部、okay. 我觉得这部也不是什么经典好片，但是绝对是张耀扬的颜值巅峰之一啊。OK， 就是你如果冲着颜值巅峰，你一定要去看，比我之前讲的那部几片还要可以看。那部就是、okay. 可以看好笑就好了。然后这部我觉得还勉强还可以买回来收藏。你说这个的剧情是 OK 的。这个剧情我觉得还 OK， 就是有就是贺岁片的感觉，好笑的那种。而且这部里面就是刘德华跟张曼玉他们两个有点像青梅竹马、嗯、然后张曼玉的爸爸是刘德华的老师，就是教他一些有的没的一些武功之类的。张曼玉他自己本身有婚约在身，然后他爸爸一直想要把他就是许配给他什么美国的表哥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刘德华一直不敢表态，他们两个是互相喜欢，可他不敢表态。张曼玉他的那个表哥，嗯。更没礼貌，他的那种没礼貌是跟张耀扬比起来是不一样的没礼貌。张耀扬的没礼貌是他觉得自己最厉害，然后很奸诈。Okay. 那个张曼玉的那个未婚夫那个表哥是超级没礼貌，讲话没礼貌，就是你平常一般你在路上看到那种讲话没礼貌的人，就看你没有，然后就是说你这些东西还不是全都是我买来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oh. 你以为你自己是怎么样？我娶你已经算是你三生有幸还是什么的那一种？对对对，他是不是被打过？他最后应该会被打吧？我猜，我忘记有点忘记了，但他最后被悔婚啦。哦、他好像被推到海里面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了。我其实有点忘记，反正他最后就是他花了一堆钱，可是他也没有娶到张曼玉。Okay. 他本来要带张曼玉回美国嘛，嗯、然后可是那时候那个刘德华就冲过来把张曼玉带走。嗯、没有礼貌的人都遇到这种事情啊，给他一些教育。他表哥是真是嘴上没礼貌，就是超讨人厌的那种没礼貌。Oh. 对，就是那种长脚啊感。哦、oh.。但他不，我不是说长脚没礼貌，我只是说他的那个形象是长脚啊，然后他又是一个很没礼貌的人。对，他还想要叫人家帮他洗脚还是什么之类的，傻小嘿、欸、他好像有说什么他香港脚很痒还是什么之类的，叫人家帮他洗脚，他就是一个又长得又不好看，然后又自以为是，然后又很恶的一个人，但他就只是有钱，大概就是这个感觉。他唯一的优点就是有钱。对，而且他那时候一直开支票给张曼玉的爸爸，就是说你要什么钱什么都给他，然后大家最后要跟张曼玉结婚的前一刻就跟他讲说你要写借据给我，然后以后你这些钱都要还我，然后他就说啊，你不是要娶我女儿吗？为什么你还要跟岳父要钱？他说我钱是要花在你女儿身上，才不是要花在你身上嘞，你当然要给我借据啊，我哪有那么笨，我突然变得很聪明啊，天哪。但是他爸是在卖女儿就是了。嗯，应该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婚约，但是他爸就也没就觉得也是算是他觉得他可能也没有觉得刘德华有表态吧，嗯，然后他觉得他女儿可能跟或许如果以财力来讲他跟他表哥会比较有钱啊、哦、因为他表哥真的就是有钱啊，刘德华就是个小警察、嗯、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当到什么状况、嗯、以他个性应该是不可能往上当啦、啊、对啊，最后结局其实是他们两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结局，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赢张耀扬，他只有在他们最后比赛在踢跆拳道比赛就是警察跆拳道比赛的时候、嗯、他有赢张耀扬，可是这个就是结局了，所以这个故事没有讲说好人或坏人怎么样，但是以这个感觉看他是赢了坏人没错，但以后还要继续当警察的时候他有没有赢他就不知道，应该还是会输给坏人、啊、毕竟坏人都是、欸、我不知道啊，因为他这个不是重点啊，他就只是想要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这部戏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可以大概是两男主角的颜值吧、OK 对、啊、而且里面黄秋生很好笑，黄秋生这个角色很白痴，他一直偷东西，然后他好像有偷张耀扬的三明治还是什么的，反正超白痴、这个、他们就是很不爽张耀扬，可是又不敢对他怎么样、嗯、所以就会偷偷做一些小小的事情、okay. 对，然后那个黄秋生的角色他好像会读心术吧还是怎么样，哇的，但他就是个没录用的人，他会读心术，对，他们全部都是普通工、okay. 然后可是他们算善良的人、okay. 对，然后但他们都一事无成，没有任何丰功伟业、啊、是只有是刘德华进来之后才有一些小事情，但是都被张耀扬给弄掉。我觉得像贺岁片可以看一看，就是白痴，但是不是经典片，但是颜值高峰，就看你怎么定义经典片啦、啊、颜值高峰等于经典片，就是各方面都好，就是衣服身材妆法都非常棒，因为他的颜值巅峰很长，但那个算是最，他就是跟情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那个警察都差不多那个时间，就是头发是那种帅哥发型，然后有点蓬松的那一种，对啊，而且他的身材穿警装真的很帅，
真的，真的是值得一看。但是他这部，我个人觉得还虽然是颜值巅峰，可是他的景妆可能有些人 get 不到，因为他有一点点小复古，就是比较偏驼色系的。哦。另外一部，我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那部就是《用生命推》，那部很棒，那部也是跟刘德华拍的。那他是拍好警察，张耀扬是好警察，然后刘德华是黑道的儿子，可是是好人。OK。哦，他们那部的话，张耀扬的衣服超棒的，他那个西装是那种真的就是正式西装，是里面有那种小背心的那一种，嗯，然后他穿衬衫，然后穿小背心，然后他还有枪套。自己去看啊，一个帅的，西装控。OK， 就是这样，很棒，超级棒。好，结束。好，那我去打撸了，拜。